的，把棒子交给主持人。好的。OK， 大家有看到画面吗？有的话打上111。嗯，非常好，我看到大家的回复了，因为我这边线如果有点卡的话，你们记得讯息告诉我啊，谢谢。OK， 事不宜迟，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美丽课吧。OK，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也是今天的分享美容顾问，我是 Janice。 嗯，大家认识我吗？有谁不认识我的、打上111。我想对你深入了解。认识啊。 OK， 我就来简单的介绍我自己吧。嗯，我是 Janice Lim， 我在2017年呢6月份加入美琳凯成为美容顾问。那么呢在10月份的呢我就晋升成为资深美容顾问。2018年的时候呢我也完成了红外线挑战，晋升为成为小组组长 team leader。我在挑战红外套的时候呢，其实我也顺便的完成了海外那个游轮挑战的 Cross Bureau。啊，这个挑战呢其实是给马来西亚top 800位美容顾问，就是要前800位的美容顾问有资格，就是说你完成挑战以后呢你是要 top 800个你才可以去的。那么很庆幸的我是那个 top 800的其中之一。嗯，那么呢2019年我也完成了海外挑战，这个杭州 Director in Making， 被公司好像公主般招待式的去杭州5天4夜。那么就在2020年的时候呢我怀孕啦，我就停止了这个事业。但是没有关系，在今年的9月份呢就是上个月我再次规划好我自己的时间跟目标，我继续朝着我的目标前进。就这样我有 double 的收获。我在今年10月份就是前几天老师公布的时候，我是卓越团队9月份的销售和招募皇后。OK， 这是我简单的自我介绍。OK， 那么呢今天的主角就是这一个 Skin Vigorisonic 声波洁面仪啊，大家有用过吗？有用过的打上222，没用过的打333。啊，好多姐妹都有用过，对不对？啊，我第一次用它的时候，我是觉得很神奇。那么，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声波洁面仪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现在面对疫情嘛，我们近距离的接触的护肤疗程都停止了，更何况是现在其实疫情慢慢的好转，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保护自己留守在家。那么在家的我们其实就应该要好好的认真学习如何帮自己的脸部做清洁跟按摩。那么呢保养其实是由肌开始，就是说其实这个崭新科技的声波洁面仪呢就成为了我们现代的自家美容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呢这台声波洁面仪 Skin Vigorisonic 它可以帮助我们清洁脸部，帮助我们肌肤提拉紧致，
更棒的是它还可以更换那个按摩器头，帮助我们肌肤神经达到舒缓情绪放松的效果。那么呢Skin Regulator Sony 洁面仪呢它的特别呢就是它是使用音波的能量，每次震动200次以上的能力，然后提供快速的前后震动和深层洁净，轻松的去除我们毛孔阻塞的杂质。那么呢这个洁面仪呢有三个档数，可以让你一键掌控那个清洁的速度，而且它也有自动化 automatic 计时，确保你每一次的清洁都达到干净净颜哦。那么呢这个产品呢它的那个刷头啊其实是有20000根微刷毛的，那么呢可以彻底清洁我们肌肤的每一处难以触觉的角落适合所有的肌肤，每天清洁两次，包括敏感性肌肤的人都可以使用这台洁面仪。而且呢备有 USB 的充电线，无需更换电池，非常的方便哦。你不需要说没有那个电池呢就不能用，因为现在 USB 到处都可以充电嘛，对不对？那么呢它有一个红色跟绿色的 LED 那个灯指示，就显示这个仪器几时要充电，那么何时是充满的，非常的贴心哦。它那个灯就可以容易的显示，让我们明白知道这个那个洁面仪是时候要充电了。那么呢这台洁面仪呢也是IPX7 的防水标准我们在洗澡的时候呢都可以安全的使用它。对对对，每次充电过后呢是用3个月的，更就是充满一次电呢可以用很久很久很久。那么呢如果你是在找一个优质的护肤方案，你不妨可以试一试这个洁面仪咯，或者是你想要一个有效的卸妆方法，那么这个洁面仪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那么呢这个洁面头呢我们是建议使用3个月后呢要更换一次。那么呢它的那个按摩器头 massage head 其实是采用紧贴脸部的设计，那么呢它可以在2分钟内给你的脸部跟颈部提供超过24次的按摩那么呢可以让你的肌肤看起来更健康更紧致咯。那么这个按摩头有什么效果就是它的音波震动呢可以让你在家就能好像享受美容的护理。那么按摩我们都知道可以促进循环嘛，为我们肌肤带来氧气和营养，那我们脸部呢跟颈部呢会更紧致更光泽，看起来更年轻更容光焕发。对，好像我这种脸部浮肿的人其实更加要多的做这个按摩那么可以看起来减少我们脸部的浮肿哦。那么呢你可以试下是用什么精华液搭配这个按摩器头，那么呢可以增值你的那个精华素。那么呢如果你是在找一个抗老护肤护理的话，那么这个马萨切人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哦。那么这个呢我们是建议你用了6个月后呢更换一次。对对对，用精油按摩也是很舒服，它可以搭配很多那么呢在保养后呢我们都建议大家花几分钟为我们的脸部做按摩，不仅可以促进保养品的吸收，其实也能达到舒缓放松的状态。正确的涂抹方式呢进行敏锐的保养，不论你几岁看起来永远都是那么闪闪动人。看一看哦，其实我们平时洗脸的时候就是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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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洗了过后冲水啦，就这样 happy 了咯我们每次 skincare 就是这样，以为就是这样，其实你看到吗，当我们使用双手洗脸的时候，我们的肮脏污垢
在我们的毛孔里面，我们用手去洗的话，其实还有一些残留在这里的，就是在我们毛孔底下。那么呢，跟使用声波洁面仪的话，那么你会看到它能非常的干净清除啊，洗到我们用手洗不到的地方，因为毛孔这么小，你的手没有油能伸进去洗的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一定要靠这种仪器，这个刷头啊，它是微刷头20000根，所以它可以很清晰的把我们的毛孔清理干净，那么比较起来，你看得到吗？用手洗跟用洁面仪来洗的分别，那么呢，我们也有听到说，其实产品太贵啊。对于这个课题，我们可以说，其实我们的产品贵，为什么会？你要告诉他这个物有所值了，因为呢，我们这台Skin Recollect呢，这个系统是由我们美国研发团队开发的啊，他们都是高品质和安全性的生产清洁设备，那么确保这个护理系统呢，能在60秒通过优质的那个声波进行清洁啊。那么呢，还可以备有设备很多接头来让你的护肤护理满意保证为止。这个就是其实产品物有所值。那么也是有很多人说啊，我是敏感肌肤哦，我可以用吗？其实你要了解到你的敏感肌肤是对你的那个成分敏感呢，还是你有敏感肌肤。我们这台Skin Recollect的临床实验证明它的系统呢是适合一天使用2次，那么呢是所有的皮肤类型都适合，包括敏感肌肤。建议如果你是用那个洁面头的话呢，那么是1分钟，按摩的话呢就是2分钟。那么有些人就说啊，我对现在的护肤品都很满意啊，为什么我就要添加这个声波洁面仪的护理啊？其实有定期使用这个 Skin Recovery 的护理系统呢，其实有助于加强你的洁肤步骤啊，那么适当的清洁可以为您的肌肤恢复活力了，并且让你的肤色带来新的生命。那么你就可以知道为什么要搭配这个洁面仪啊，为什么它这么重要。那么有了洁面仪，我们一定要有洗脸霜嘛，对不对？那么我们就来看，我们其实 Mary Kay 呢有很多种的洗脸霜啊，针对式的啊，我们有这个月呢搭配的呢是有6款洗脸霜。那么第一款呢，我们是看到 Clearproof Clarifying 的 Cleanser 啊，这个是抗痘系列的洗脸霜，它的优点呢就是能避免表面的角质阻塞毛孔啊，然后呢它能渗透我们的毛孔，去除油渍，然后呢消除粉刺瑕疵，然后控制旺盛的油脂分泌。它的特色呢就在于它不油腻的透明配方啊。那么这个克普系列洗脸霜呢含有2%的水杨酸。那么 Lumimi Forming Cleanser 就是美白系列的洗脸霜，它呢是让肌肤是由内往外透出来的光彩来的啊。如果用这个洗脸霜呢，你的肌肤可以散发健康的光泽，能提亮你的肌肤，你的肌肤会那个肤色会更均匀呢啊。它的特色，如果你是想要找亮白啊，既活又能保湿的，那么这个美白 Lumimi Forming Cleanser 就非常的适合你了。那么呢MK Man 的呢那个 Daily Facial Wash 就是男士系列的啦啊，这个呢可以明显减少我们脸上的多余的油渍。那么呢男生都有剃胡须的习惯嘛，对不对？那么呢这个Facial Wash 呢其实就是2合1，它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剃胡须的步骤呢变得更轻松，深层洁净毛孔里面的污垢，而且让我们的肌肤看起来充满的活力啊，这就是 NK Man Facial Wash 的优点。那么呢它的特别之处呢就是男生嘛都是喜欢简单快速，
啊，那么这一款呢就可以非常的适合他们哦。啊，它可以让我们肌肤看起来更清爽顺滑。嗯，那么接下来呢就是到这一款 Time Wash Repair 的 Foaming Cleanser 啊，高级抗老洗脸霜。那么呢这个洗脸霜的优点呢就是可以减少我们的深层皱纹啊，发挥提拉的效果，恢复年轻紧实的肌肤。然后呢它是重乎饱满的啊，润泽美肌，逆龄逆转时光，然后抹去岁月的痕迹，就是抹去掉那些深层皱纹，帮你啊，恢复年轻哦！啊，如果你正在找这一款像这种修复肌肤又能重焕那个年轻美肌的话呢，逆转肌龄的话呢，就非常适合你啦。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款 Time Wise H Minimize 3D 4-in-1 Cleanser。这一款呢，就是有提供多种的抗氧化功效，它能抵御比紫外线所引起来更大的自由基的伤害。这个呢有助于改善细纹、肤色不均。 4-in-1 Cleanser 嘛，对不对啊？那么它特别之处呢，它就可以从所逆龄的美肌防护延缓跟输送啊。 4-in-1 Cleanser我也是非常喜欢这一款 cleanser， 我自己本身呢也是有在用着。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最后一款Naturally Purifying Cleanser 啊，这个呢可以帮助我们去除污垢，爽肤嘛啊，也不会留下紧绷很干燥的感觉啊。那么这一款呢其实是针对性敏感肌肌肤的，所以呢如果你是有敏感肌的话呢，你不妨试一试这一款 Naturally 的 Cleanser， 因为它含有 99.49% 的那一个天然成分，剩下的 0.5% 呢都是用混合拼的保湿配方的一效益的那一个功能。所以它的成分呢有 99% 是天然的，所以如果你敏感肌用的话呢是非常非常非常的舒服，你不会让你觉得好像紧绷哦。而且这一款呢 Naturally 呢收到 ECOS 的认证。COSMOS OK。 那么呢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美丽课啦啊，就是我们的 demo。在还没有介绍接下来的主持人我们先来一张大合照好吗？我们有请妹妹老师帮我们拍一张大合照。妹妹老师好，那可以 stop share 一下吗？这样就可以看到大家完整的脸。来宾们这里有一位来宾，如果你 OK 你也可以开你的 video 如果不能没关系，你 stay 着哦，我们拍大合照，然后你把你的照片 crop 上去也 OK。美波对吗？因为他这里写的名字是波美，还有OK， 现在是Samantha Noel，还有我们的来宾还没开，来来来，我们来摆 pose 拍照先。Noel 开了，好漂亮，妹妹也要一起。OK， 好，摆 pose 哦，预备备，三二一，耶！多一张，三二一。Okay, 可以了，把棒子交回给我们的 Jenny。 好的，可以。 OK， 接下来这位demo 美容顾问呢是伊娃丽，她是琪琪，她是我们美林凯的小组组长 Team Leader。 那么呢他是在2018年10月份加入美林凯，成为美林顾问。那么呢在2019年3月呢是明星阶梯，就是那个 Ladder of Success 的达标者。那么呢10月份呢在同一年呢他晋升为小组组长，成为红外道，非常棒的。
那么呢，今年的六月份呢，他也是 STAR Program 的 Achiever， 来，我们大大的掌声欢迎他，琪琪，琪琪，我爱你，琪琪，琪琪，我爱你。Janice， 我也爱你，你很棒。OK，Hello，大家好，我是琪琪伊巴。然后，我看一下在线上啊，多数都是美容顾问，只有一个 Maple 是来宾。Maple 你好 ，OK， 我是琪琪。然后我2018年加入 Mary Kay 的，然后这三年了，嗯。这是我一个短短的小分享，我来自于马六甲，然后啊，今年就是25岁。好，现在我就是一个玫琳凯的小组组长，然后现在呢，我就再来示范怎样去，怎样去做一个在家里都可以做的一个 home spa 这样子。OK， 在线上的你们都是因为疫情嘛，疫情美容院都没有开嘛，对不对？这样子。一定有很多那种毛孔阻塞啊，或者是痘痘的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家里哦，这个疫情的阶段啊，在家里最重要就是什么？就是护肤品。OK， 只要你护肤品用的对，然后步骤要用的对，你的手势、手法、方向全部用的对的话，基本上你没有什么去美容院洗脸的话，它也不会这么的糟糕。OK。好，现在我就是会开始，然后我还没有洗脸的，所以我会从第一个步骤就是卸妆的步骤开始。我是今天就是大素颜这样子出现。OK， 卸妆呢，我就会用第一个这一支是 Mary Kay 的 Micellar Water。OK， 它是专卸脸部的卸妆水。之前我们的 Mary Kay 是有推出一款是 Oil Free Eye Makeup Remover， 那个是卸。眼睛跟嘴唇的，这样子这一支呢，它是卸我们脸部的。怎样讲卸脸部位，就是有涂防晒啊，然后有涂粉底啊，或者是 CC cream 这些的话，都是可以用。就算你没有涂防晒，你都一定要卸妆。为什么？因为你的脸上会有一个妆容叫做灰尘妆 ，so 这个灰尘妆是不能够让我们待在我们的脸上，久而久之哦。它会长痘痘这些的，所以每一天晚上你的 skincare 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一定要用卸妆水。 OK， 我已经把这个卸妆水倒了在我的卸妆棉，然后呢，我的卸妆方式就是额头到太阳穴呢，我会往下，然后脸颊的话我就是会由内往外，然后这一边我就会这样子往下。记得卸妆这些卸妆跟涂化妆品全部都是往下。 OK， 好，我会示范半张脸，就是我另外一半张我就没有去做任何东西，我只是示范这一边的脸。 OK， so 这个是我卸妆。如果你只是涂防晒，或者是你连防晒都没涂你有卸妆的话，在你卸妆过后，你看到你的光真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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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一样的。为什么会讲不一样呢？就是肮脏嘛，又有油啊，又有烟啊这些，然后又有灰尘这些，所以你的光真多数哦都是会很黑。OK， 很像我们的耳背哦，后面也是可以卸的，然后包括颈项这些都是可以卸。OK， 好，我卸完了这个妆过后，我卸完了妆过后，我不会马上洗脸，我还会做多一个步骤，因为卸妆就是卸掉脸上那些肮脏的东西。再来呢，我会先怎么说？我们一回到家，我们一直脱掉 accessory， 然后才脱掉身上的衣服，然后才进去厕所里面去冲凉，对不对？这样子，我现在要做的步骤就是脱。衣服，但是是脱脸上的衣服。如果你是有化妆的习惯，就是有上粉底啊、防晒这些的话，都会建议你加多一个步骤，就是洁脸。OK， 我用的洁脸的步骤的产品，就是刚才 Janice 有讲到的 Naturally 的 Cleanser。这个 Cleanser 它非常适合敏感的情况的皮肤，因为它很天然，然后它是无泡沫的，它是 Mute Type 的。
所以哦，如果你的皮肤是天啊是敏感的话哦，这个大推给你 ，OK， 也是很舒服的。好，我就会把它挤出来，它也不会油油黏黏 ，OK， 这个就是没有太阳没有泡沫了。然后我 before 在做洁脸，把它涂上去之前，我先在我的脸先上一层，就是弄湿了过后，我就会把它粘上去 ，OK。OK， 粘上去。OK， 这个就是我洁脸嘛。所以我现在粘了上去过后，我想要问在场的你们，你们都是怎样去洗脸的？Noel， OK， Noel， 如果你还 before 你认识 Mary Kay 之前，你是怎样去洗脸的？就是把它，可以听到我讲话吗？可以呀、啊、我是就是挤那个洗脸霜在我的手，然后过后呢就搓了，过后就这样来洗哦。是不是十只手指都这样子来洗？我其实之前还没有用洗脸霜的。哇哦，真的，我以前真的是连洗脸霜都没有用。然后如果我真正是用护晒的话呢，真的是从我就是加入 Mary Kay 过后呢，才真正的用 full set 的那个就是有洗脸霜啊、眼霜啊、serum 啊什么，这样我才开始用，之前是完全没有。这样子你的变化应该会很大哦，就是 before 用跟 after 用，你的变化非常大哦。虽然你的皮肤都是属于天生丽质那种没有瑕疵少少的皮肤，但是我相信你用完过后，会变得更显那个皮肤的底。因为之前就真的是不会保养啊，然后过后就学习了保养，过后就用 full set， 然后才学习怎么去这样正确的方法去洗脸，然后过后再买了洗脸机过后呢，就觉得哇，真的是在家里好像自己做美容这样的样子，就真的是很 perfect。对，好，谢谢你 Noel。 OK，我相信大多数的人洗脸的方式都会像 Noel， 甚至我以前都是这样子洗脸，就是放上 cleanser， 然后就搓搓搓搓搓搓搓这样子，搓完了就直接整个大大个水泼啊，干净啊。然后抹脸的时候就是往下抹，然后抹大大力，哇，一大力很像一个爽这样子啊。其实这些呢，都是以前的事情啊，像现在认识到 Mary Kay 了过后，一定要去学会去改变这一个方式，因为这个方式就是洗脸的手势啊，然后方向这些，一旦你做对哦，它是一个能够对于你的产品方面啊，会大大的提升那个效果。OK， 所以我现在已经是放上去嘛 ，OK， 这样子我就会手沾水，沾湿了过后，我就会由下往上打圈。 OK， 我们洗脸呢就是方向呢是由下往上，但是这个下巴到这边脸颊旁边的骨头我是由下然后往外啦，然后这边脸颊里面呢我就会这样子由内往外。 OK， so 我用的你看啊，我用的都是两只手指，我不是用十只手指下去的。为什么会是用第三跟第四只手指呢？为什么？原因呢，我们的拇指跟食指，你看捏人哦都是很大力，人家会很痛的，所以这两个手指的力道是非常重的。然后中指也是一样，总之就是前三指都是比较重，然后尾指呢是很没有力的。这样子无名指呢它是属于力道中等，所以呢你看啊，你们可以想回去，就是当你们去美容院的时候，那些美容师都是这样子跟你洗脸的，这样子跟你去打圈圈啊，那他们力道是很温柔，他们不会十只手指这样子跟你洗的 ，no， 他们不会这样子。所以这个呢，第三、第四指呢，这叫做美容指。所以我们洗脸哦，涂面膜也好，我们一定要用美容指去做啊、就是去涂 ，OK， 不能够十只手指的。然后方向呢，就是由下往上，然后由内往外，然后我的圈哦是往外的，而不是往内的。因为我们要把肮脏
带出来，所以我要往外。如果你往内，你每一天洗脸就是往内哦，恭喜你，真的是大大恭喜你，你把那些肮脏跟它推回去你的毛孔，所以你的毛孔就会非常非常容易的阻塞，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到痘痘的滋生。OK， 我的额头我就会这样子打圈，打圈到太阳穴，然后你们看啊，我的力道是很轻的，然后我的那个圈是很小，我的圈不是这样大，不是这样大圈的，不是，而是很小圈，然后要很轻的 ，OK。然后呢，鼻子呢，我都会这样子互相的跟它扫下来。鼻翼旁边是最多最多黑头粉刺的，对吗？这样你就可以搓久一点，然后再往外 ，OK。这个是我洁脸的步骤 ，OK。我看到妹妹老师写啊，对。洗脸这些都是很讲究的，如果你做对哦，真的是你会看到那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然后我这个是洁脸嘛，所以我已经打了圈了，过后我就会拿卸妆棉，这个卸妆棉沾湿给它滴水，滴水了过后跟它挤干，挤干了过后我就会由下往上的抹，然后由内往外的抹 OK， 再从额头这样子抹，可是我不会从额头直接抹到脸颊下面，不会，因为如果你们我们的那个护肤的方式啊，洗脸方式没有由下往上的话，久而久之，你看到你的皮肤很容易下垂。所以你看啊，我用对了那个手势哦，我的法令纹是很少的。OK， 好，我就会抹掉这个洁脸步骤的 cleanser。所以我抹掉了过后，我现在就来到洗脸。好，我的衣服脱完了，我脸上的那些肮脏的衣服已经脱完了，所以我现在就是要进厕所呢，在冲凉。所以呢，我就是需要拿洗脸霜。这个洗脸霜我用的嘞，就是 Lumivi， 刚才 Janice 有讲了美白系列的洗脸霜。然后呢，它是有泡沫型的 ，OK， 它挤出来是膏状的，你不需要太多，大概就是两毛钱的分量这样子 ，OK。Okay， 然后挤出来了，对吗 ？OK， 泡沫型的洗脸霜不是随便搓就有泡沫就行了，很像这种泡沫型的 ，OK， 美白的或者是 Timeless 3D 的，我们都把它放在手掌心了过后，我把它放在手掌心了过后，我就要沾湿 ，OK， 我沾湿就是要让这个水有过这个洗脸霜，看到吗？然后我打圈，我不是这样子搓，不是，我是用另外一边的美容纸，然后这样子上下打圈。OK， 为什么我要这样子打圈呢？而不是在原地打圈呢？如果你是在原地手掌心打圈的话，它不会有任何的泡沫。你只要有过这个缝隙，它有接触到空气了。啊，这样你的泡沫就会越来越多。然后当你的泡沫越来越多，有些人会讲吗？啊，我用泡沫型的洗脸霜，这不是很干？其实要看你会不会把它稀释到很多泡沫出来。OK， 像我这样子，我已经是很多泡沫出来了的。好，如果这种胶胎啊，这种泡沫型的洗脸霜，你没有把它稀释到很多泡沫的话哦，你会越用越干的。OK。好，我觉得好丑。好，我就是把泡沫过后一样的，我就会放在四个地方。等一等啊，洗个手。我会放在四个地方。好，一样的，我放了四个地方啊，过后我一样的也是先打圈，先打圈先。OK， 一定要先打圈，让这些洗脸霜遍布你的整个脸。OK， 好，打圈了过后，就要到我们的主角处来啦。我们的主角是谁呢？也就是今天的主题的那个男主角，洗脸机。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洗脸机。等一等，我手好。是 ，OK， 这个就是我们的洗脸机。OK， 我们呢是防水 IPX7 的
IPS 7 level 的防水机，它防水但不代表它是防震水，它可以让你在 shower 底下你冲凉的时候这样子它防水，但是如果你把这架机整个丢进去里面那个什么什么，总之就是有水池这样子，你把它丢进去，然后震很久的话啊，恭喜你，它就会整架就会坏了的。它是防水，但它不是防震水。OK， 所以我就会有两个把震嘛，这个仔细。OK， 下面这个呢是开关，上面这个就是 speed， 它总共有三个 speed， 这个是 normal speed， 然后这个这是中等的 speed， 然后这是最快的 speed。多数呢，我们都会用。一号的 speed 就是最 normal 的，然后把这个头沾了水嘛，然后我就这样子放这，我放这给他，然后我撸上去吧。 OK， 你不需要去这样子搓，不需要。 OK， 它的使用的方式就是你放这，哇好舒服啊，因为它是震动了，它是声波震动了，然后就这样子给它走，你的手要有走啊 ，OK， 然后就这样子跟他提拉，然后这边也是一样，然后就这样子跟他拉去太阳穴 ，OK， 会有声音的哈奇，听到诶这样子啊，就是它的声波的声音来的。OK， 它的声波的声音，你们会自己发现的。OK， 自己用的时候就会很爽，它真的是很舒服。OK， 这一架机器呢，它是一分钟 automatic 自动停的，所以因为我半边脸嘛，我没有一分钟嘛，所以我就你们没有办法看到它自动停哦。你们自己用的时候，一张脸就是一分钟，不能再贪心了。以前呢，我们的第一代公司是没有设定一分钟的，但是因为太多人会觉得哇，洗脸机洗了好爽好舒服，而我就要再撸一个两分钟三分钟啊，结果就是撸啊哦，就皮肤很干嘛呢？因为你是在那边撸它，那你皮肤越来越干的时候啊，就会说，哎，这个机器是不是不好用啊？其实是你撸过时了 ，OK， 撸超时了。这个洗脸机只能够一分钟。好，我现在就是已经洗完脸了 ，OK， 看到吗？我就是有一个对比了，你看我这边的毛孔会比较大，然后我这边的毛孔就会比较小，那我的脸都会比较丰一点。OK， so 这个就是洗脸机的魅力。OK， 您可以靠近点吗？我拍一张照。OK， 我认真的。OK， 多一张。你的眼睛看下一点，不要看太上啊，看正中间。上回去一点点啊，我拍正一点。OK， 好，谢谢。不客气。OK， 好。曼脸也是一个讲究的 ，OK？ 曼脸呢，这个是我们曼脸部。如果呢，有人的习惯洗完脸过后就是用毛巾来曼脸，那么我要再恭喜你，你的脸又会很容易长痘痘的，因为我们曼身体的那种毛巾哦，你来曼脸哦，曼全部部位都来曼脸哦，那些细菌又会倒回来你的脸。所以你就会觉得，哎，为什么我明明有保养，为什么我的皮肤的状态没有那么好啊？其实就是这些小细节会导致的。所以呢，我每一次我洗完脸，这些我都会用我们的水晶棉，这个是 Mary Kay 的曼脸布，然后它的名字叫水晶棉。然后呢，曼脸呢就有两个方式，一呢就是选择按压式的，那按压式按掉你的脸上的水珠；另外呢就是由下往上的曼。那由内往外的抹 ，OK， 好，我抹好了过后，我现在的第二个步骤呢，就是，哎，不是第二个步骤，是接下来的步骤，就是会用我们的，懂吗？但是呢 ，OK， 我觉得哇，9:15啊，我要快一点啊 ，OK， 懂吗呢？又有讲究，又有讲究的 ，OK， 有酒精的会叫懂吗？
没有酒精的都不会叫 donut， 都会取决于那个产品本身的名字。 OK， 很像这个的话它会叫做 essence water， 它是一种精华水。所以这个对于那个想要淡斑的人，或者是他们皮肤的色素不均匀的人哦，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非常非常的对他们有帮助，因为它是整个是精华水，它比多呢还要更上一个 level 的，所以它这个是真的是可以有效的去帮助你淡斑。OK， 我倒了这个essence water 过后，我就会轻轻的这样子 apply 上去，然后你们要记得，你们 after 洗了脸过后，一定要在一分钟内 ，OK， 一定要在一分钟内去 apply 你的任何爽肤水，也就是 donut 啦 ，OK。如果你没有在一分钟内去 apply 哦，你的皮肤会很容易缺水。OK， 我 apply 了过后，我就会涂这个 eye gel， 这个是眼霜的保护，眼霜的保养品。然后呢，它有什么特别？这些它就是一个 gel type 的 ，OK， 透明 gel type 的。我会在涂任何的 serum moisturizer 之前，我一定会上一层 eye gel，OK。所以 eye gel 呢，我都会这样子跟它放三点，如果还有多就放后面。然后呢，我就会去做这样子的按摩，这个是很 basic 的按摩啦。OK， 你们看我是无间断的，我是没有这样子推上去，然后放下来，又再推上去，放下来，没有的。如果你要你的眼睛放按上去的话，你就要这样子无间断。OK， 这个上不要断哦，就到这个。OK， 这样子的手势哦，这样子的保养眼睛的手势，一开始会很不习惯的。我一开始的时候不懂哪一个打哪一个，你很像在那边跳蹦什么舞这样子 ，OK， 手纹在打结这样子。但是你涂久了哦，你就会很顺很顺了的。OK， 先涂一层 eye gel， 因为我的皮肤是对于这个地方比较慢代谢，就是没有这样容易代谢嘛。因为我们眼睛的皮肤会比较薄，所以很难代谢我们脸上的所有的护肤品的。所以呢，我为了避免不要长那些油粒，我都会涂一层 eye gel 先，涂了过后我才会去上这个精华液。 OK， 记得 donut 过后一定是 eye gel， 就是眼睛保养过后才上你的任何的精华液。 OK， 精华液呢，因为这个是美白精华液嘛，它是斑出来的，我会用 1.5 斑，然后我就会 apply 上去，一样的放四个地方，放了四个地方，还有这边人中 ，OK， 放了过后，我一样的，我就会这样子涂上去。但是这一次呢，我不再是打圈，我除了洗脸卸，对，除了洗脸跟洁脸的步骤以外，我都不会用打圈，我都会用涂平，很像涂蛋糕的那个 cream 样子涂平，涂上去，由下往上。由内往外 ，OK， 然后再从额头这边到太阳穴，然后鼻子就是这样子翘下来。然后你看啊，我涂哦，我是不会去涂到我的眼睛的。很多人都会讲啊，这么我要特地去买一个眼霜或者是眼睛保养的产品，一定要，因为哦，脸部的产品是不能去涂眼睛的。讲真的，我们有上过课啦，就是有一个外国女孩子，她把脸上的任何的护肤品她都去涂眼睛，到最后她的眼睛是瞎的。因为你用的产品如果是比较便宜一点的话哦，你不懂它的成分安不安全，所以你直接这样子涂在你眼睛哦，久而久之它会导致到你失明。 OK， 所以眼睛的保养不能够 skip， 也不能够去为了省功夫啊，或者是省钱啊，觉得我把脸上的就涂给他就好，其实是不行的。OK， 好，我现在涂了这个 serum 了，对吗？哇，它很好吸收。然后哎，我就会把这个机器，看、啊、我拔掉那个头发完，然后哎，我的另外一个，然后我就会换这个按摩头，看到吗？这个就是这个月送的，买一支机器跟一个洗脸霜就会送的一个按摩头。OK。这个按摩头你看四个角一样的，我开它，然后我就这样子
推上去，我不用很大力的 ，OK， 我就只是轻轻放了这样子，跟它拉上去罢了。哎呦，好舒服哦，真的是好舒服哦。然后一开始你这样子去用这个等下我帮你关掉。一开始你用啊这种按摩啊，你一定怎么说？你一定觉得啊，就我用你们的按摩椅哦，会红红的，用了过后你的脸会红，看到吗？我的脸红红，不是敏感来的，它这个是给我们的血液循环，它帮我们去做提拉的效果。哇，好舒服，我真是舒服到我讲不下去。然后它又可以帮助我们把那个血液循环去各个部分，所以你们会看到红红 OK。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还可以帮我们排淋巴毒，怎么讲呢？ OK， 这是我推你吗？等下我到一个地方的时候我就会涂几下，然后就会推这边，然后你们就会明白什么叫淋巴毒。 OK， 我就大概这样子推，它就会有一点点的 firm up 的 OK。 我没有很认真的推，但是你自己在家里你一定要很认真，那边一边看戏一边在那边推，你会好舒服的 OK。 好，现在我是 serum 了过后，我就会涂保湿霜，也就是美白的保湿霜 OK。 美白保湿霜 OK， 这个是美白的保湿霜，我不会拿太多，然后一样的我就会放是四个地方，然后哎呦不够，我就放人中这边，然后一样的保湿霜这些你全部都是有效往上，有内往外 OK。 然后你就要去涂均匀一点，然后你们看啊，我涂脸的用的手指哦是美容纸，我不会用十指或者是五指的手指去涂。OK， 好，如果你真的要很 V 脸哦，你每涂一样东西，就是你每涂这种 serum 开始啦 ，serum 开始涂完了，你撸一下，然后 moisturizing cream 你涂完了，你又再撸一下啊。我包你哦，一定会比别的 OK。 好，我涂完了这个美白的那个 cream 了过后，我就会涂最后一个步骤，这个也是我们的促销，这个月的促销品哦，是很好用的。为什么这样讲？它是 sleeping mask OK， 晚安面膜，它是免洗的 OK， 它是 gel type 的，它不是 cream type 的。我本人是很喜欢 gel type 的东西的 OK。所以你们看啊，它是 gel type， 然后是 pink color 这样子的 OK。 它是补水保湿，然后它还可以锁水，然后它又可以 anti aging， 就是抗老化，然后还有抗氧化过后哦，还有一个就是它非常适合熬夜的人用啊。最近啊追那个什么韩国戏啊，什么么我姑妈什么什么那个啊，那个一二三木头人的戏哦，你们一定要涂这个晚安面膜，因为熬夜嘛，所以它对这个熬夜的皮肤、是非常大的帮助。帮助是在于哪里？我曾经有卖过一个顾客，他是时常要熬夜的，因为他工作的需要，所以他就用了哦。哇，他就有给我 feedback， 他讲你这个很好用嘞，他讲我时常熬夜哦，然后我皮肤比较暗淡暗沉哦，就熬夜对皮肤是不好的嘛，所以他就用了过后，他讲，我第二天起来，我的皮肤还是很端端的，因为它真的是保湿度很高。OK， 我涂完了脸，好，我现在就来涂颈下。你们记得保养哦，不是只是保养脸吧？你们一定要保养买你的颈下的。OK， 跟他涂过过力给他，你看这种颈纹哦，如果你的脸哦保养到很美很美哦，无瑕疵哦，把你的颈纹哦没有去照顾的话哦，人家就会看得出你的年龄了的。所以我们保养是一整套下去的 ，OK。颈纹是会暴露你的年龄的。好，我现在已经是涂了这个 sleeping mask， 所以我就会用这个这样子推它，然后再用这个，我真是好舒服，真是好舒服。OK， 然后我就这样子推，
然后拉下来啊，前提你们一定要涂东西啊，如果你们没有涂东西，这样子撸哦，我是直接跟你讲，你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皱纹出来，我好舒服，我真是好舒服，因为我怕鸟啊，它弄啊，它就有震到我的那个神经线，哇，好舒服，我没有跟你们夸张，真的，我没有做效果，你们自己都可以听到那个这个机器的震动的声音。OK， 大概就是这样子，直接推上去，然后拉下来，这样子啊。你们在家里做 home spa 的时候，就是围着一个毛巾比较性感一点的话，啊，这样你们就可以这样子推，真的是会有改变到啦。就是有些人会他们淋巴会堵塞嘛，然后就会有一些小小的健康上的一些情况出现，这样你可以用这个去给他做一个血液循环的动作。这样就不会堵塞到这样过滤啦。好啦，我的分享就是到这边啦。然后呢，我想要问在场的你们，有学到我刚刚教的东西吗？等一下，这边会有一点点的吵。我这边时常都会有这种跑车来跑摩托。OK， Maple，我看到你很有那个参与感。然后你有留言，你能不能告诉我，给我一个 feedback， 就是刚刚你有没有学到任何东西？对于我教的有吗？你要不要开一下麦跟我互动互动一下？美波在吗？OK， 你有学到啊？你有学到什么？你方便开麦吗？你应该是不方便开麦啊，这样子没有关系，你就 OK 不方便，好，没事，你就在留言区给我一个 feedback 就好了，或者是跟你的把你带来的人跟他讲一个 feedback 就好了，然后他就会跟我们讲了。好了，我的分享就是到这边，谢谢你们啊。 Jasmine Pang， John Musk 可以天天用吗？啊，可以天天用，每一天晚上啊，忘记跟你们讲 John Musk 每一天晚上 last step OK， 它是最后一个步骤，所有护肤品涂完了最后一个步骤，为什么呢？因为我刚才讲嘛，锁水嘛，今天如果你没有涂它，你就是涂很多很多很多高级的产品，然后你就得如是滴到，你一滴到我们就是滴到八个小时，这样我们就会开 aircon 或是肯定会开风扇了。 OK， 这样你睡觉的时候它的那个水分是会蒸发的，在你那八小时，所以呢它是最后一个 step， 你涂上去了过后，它就把我们前面的护肤品的那些养分啊水分啊全部 lock 起来，它 lock 就是 lock 八个小时，所以你把它涂了睡觉，你第二天起来你会发现到你的皮肤是不一样，然后你会发现到哇，跟之前你没有涂好的时候又有不一样，然后再来它不会浪费你的护肤品，因为它不会让它蒸发掉嘛，它是 lock 起来的。 OK， 所以这个很好用，要天天用。 OK， 好啦，我的分享就是到这边，还有什么问题吗？你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问，但是我现在把棒子交回给我们的 Janice 小姐姐。 Janice 你好棒， Janice 我爱你，好，到你啦。谢谢琪琪，我看得很疗愈耶，哇，琪琪老师从一开始到结束，哇，我的眼睛就一直在那边一直看，从 A 到 Z 里到外，每一个细节都讲到很 details 很仔细，哇，那个手势也是非常的柔顺，对吗？谢谢琪琪老师今天的 demo。 刚才妹妹老师有说Jasmine 是做这医美学，Jasmine 是做这医美学，明明老师医美疗程，哦，医美疗程，哦，这样 Jasmine 就暂时要停一停 John Musk 喽。大家还有什么疑问吗？对于今天的美丽课。有吗？如果没有的话呢，我们今天就
正式完毕我们的美丽课啦。那么呢在私下呢，如果你们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你们都可以讯息我们让我们为你们解答。OK， 我们可以听听一下，我们线上有来宾美播对吗？我们也有美容顾问，我们也问问看美容顾问他们的收获啦，听听他们的分享。刚才美播说他的孩子不方便开麦，然后我们就让他打上来了，打字上来，打那个讯息上来了。那么我们请美容顾问啊，顾问今天谁要分享收获啊？我有看到有一个叫秀英，秀英是来宾吗？是谁的来宾呢？秀英，你快点开麦，然后让大家知道你是谁。出来了，秀英开麦了。等一下，秀英，秀英啊，谁的？秀英，你方便开麦吗？方便的话就来给我们。你在线上吗，丹秀英？谁的？他就是 Samantha， 应该是刚才那个线他跳出去，他换他的iPad， 换他的 iPad 进来。OK， 我真的是不认识，我只懂他叫沈明达，我不懂他的全名。拍谁拍谁，沈明达。OK， 来， okay. 在线上的有没有任何的顾问能够踊跃的积极主动成为那个第一个分享回馈的人？有吗？有没有人顾问哪一位是要分享的吗？没有，我就点名了咯。点名比较刺激的。一二三木头人哈，你一夜来啊，有吗？全年请直接点名，我直接点名啊 ，Christine，Christine，Christine， 你好棒 ，Christine，Christine， 我爱你。Christine， 我刚看到 Christine 拍照的时候，她的脸很亮了嘞。Christine， 你在吗？开麦一下。那我想看你嘞。怎么小可爱，怎么Hello， 你要听妈妈讲话了。Christine 的皮肤变得好亮耶。今天琪琪分享得很好耶，我自己其实也是有收获，就重温哦，因为其实有些步骤我也是没有做到的，所以学习之后就要做。高老师是重温那个 stand， 然后让你回想去，原来我有一些步骤是漏掉没有做到的，对吗？对对对对对，就可能有时候我们会懒惰一下，就 skip 掉了。好的好的，很棒哦。那么从今天开始要跟妹妹老师的步骤跟那个琪琪老师的步骤一样了，好好的护肤我们的那个 Skin Recovery 哈。好，简律师也是很好， 你也是很好，好棒哦。谢谢谢谢，我只是在那个知识分享那一趴罢了。好的，谢谢你的分享。OK， 妹妹要这样子的。OK， 好，对，你是没有开到麦啊？对，是啦，我没有开到麦，又按到了，不好意思。那么我们再一位美容顾问 ，Noel， 你在吗？在。啊。刚才就有提到，就是说我就是 join 了 after join 了 Mary Kay 过后呢，才学习了那一些正确的方式去洗脸啊，然后才学习就是怎样用那个美容这个就是这个 Skin Recovery 怎样去洗脸。然后因为 OK 怎样讲啊，会懒惰嘛，对不对？这样我们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就会哇很 excited 这样的样子啊，就去用啊什么这样的样子。可是过了一段时间过后哦，就自然而然想要快的话，就
啊啦，青菜啦，就这样来洗就好了啦，总之洗干净就算了啦，那个样子。然后今天在听，哇，琪琪刚才真的是解释到真的是很仔细，他的那个 step 啊，怎样去洗脸，然后应该要怎样去 massage 那个脸，然后过后就是那一句话 ，OK， 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去跟着那些 steps 的话呢 ，OK， 你的脸会下垂，哇，这一个真的是直接打下来了。所以、so, 我等下去洗脸的时候呢，我真的是要乖乖 OK 跟着那个 step 很温柔的这样去洗脸。就是因为他那个会下垂，嗯，还有那个他讲用了过后哦，法令纹会减少啊，哇，暖啊，你可以尝试啊，你可以尝试半边哦，是以你的 style 去洗脸，然后另外半边哦，你就是用我的教的方式，你看一个月后，你看一个月后一定很大很大的区别，然后你就明白，嗯，验证了这个说法。要这样吗？好玩，可以试下这个。如果要的话，我们就要大家一起挑战了咯。看下谁的半边脸下垂的比较厉害。老师，我们不要这样折磨自己了。你真的好玩呢！我们每天自己自拍一个15秒还是10秒短片哦，就是每天勾不同的，做一个影片这样啊，每天勾做一个月，就看我们的脸怎样歪法，对不对？哇，很大牺牲嘞！哦，你用吗？我感觉到好像很好玩，这样这个游戏真的懒惰哦，是一个很好的借口哦。但是真的，你有用心对于你自己的皮肤、你的细胞的话哦，真的是不会骗人的，你的行动会带来那个结果，不会骗人的。真的，就直接最明显的收获，久了过后，你真的会懒惰，因为想要省时间，想要快，然后过后、就会随便啊，就总之脸有洗干净，然后过后东西全部有擦到上脸，就应该是 OK 了的了，我就搞定了我那个 steps 了，就有这样的心态，所以你就不会去注重那种这样的 step 这种这样小小的所谓小小的细节，你会 skip 掉，然后过后真的咯，那一些话好像讲会下垂呀、啊，然后什么纹都会出来呀、啊，哦，这些真的是。OK， 你的心态就是啊，我随便啊，不是随便啊，就是有套上去就算是一个护肤啊。其实有套上去，它不算是，它只能算是一个护肤，但它不算是一个保养，因为真正的保养呢是需要时间的。你需要金钱呢，需要时间，然后需要你的精神。但是其实你们看哦，你像我很多步骤要去裹这些，你熟了哦，很快吧，10分钟拉拉伸就搞定了。然后你可以看到哦，就是你有这个习惯去这样子去做保养哦，那么你教出来，就是你教你的顾客啦，去使用这些产品哦，它的效果会提升的。然后你就可以有看到，哎，你的顾客真的有跟这个方法的话，哎，他会不一样了、啊，所以你一定要从你自己这边就是 change 咯，啊，我从现在开始我变懒，分搞定是青菜的搞定，我这样子勾很快的10分钟就搞定了的，因为我的美容课的来宾啊，他们就会讲，啊，你这样子勾是不是要很久？不需要了，除非是做 mask。做 mask 啊，7分钟、10分钟要等啊，像这些东西的拉拉伸10分钟就搞定了的，要好好去享受。对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要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了。然后过后因为好像我们现在这样就好像互相提醒对方这样的样子，就要跟着那个对的方式跟用对的产品，因为这个真的是很重要，不然的话真的是用了是也是一样是白用的。如果你没有跟着那个 step 去做的话，多贵的产品都没有效。对对嗯，有道理。对，买了不要白费。对呀、啊、对呀、啊，然后还有就是刚才那个按摩仪，哇，真的，因为其实也是摆在那边很久没有去用了。然后可是刚才看那个琪琪刚才这样，哎呦，很爽哦，很爽哦，然后你就不能来，我等下拿出来用了。有也要趁热刀了哈，给他 get 到了。他真的很爽，在那边震动，他爽到我讲不到话。你试试看，等下你震的时候，你尝试你要讲话的时候，你讲不出来的。嗯，因为按摩头的设计是非常到位的，他们是适合每个人脸型啊，因为每个人用的时候，其实都觉得很舒服，很爽的感觉，就是这样哦。嗯，对对对。
真的。好，谢谢老L的分享。嗯，线上我们还有 Jasmine 和 Michelle 哈。嗯。Janice 老师，你要叫哪里一位先？ Michelle 啦， Michelle。 Michelle 你在吗？在在在。对呀、啊，来 Michelle。好。头话。前面一我是用按摩头比较多，因为我的脸比较干，我比较少用刷子。嗯。So, 我是比较喜欢他的按摩头哦，省。省时间啊，效果又好。嗯，今天的收获呢？今天刚才听了啊、我哥解释还有妹妹，哎，没有了，一直讲妹妹老师不了，妹妹老师教你嘞。你的啊 demo， 嗯，你有什么收获？很棒哦，琪琪做到很仔细、很详细，都、那种如果不会的人啊，都会用哦。嗯。嗯，米歇尔，我还要跟你学习耶嘞！因为我们每个都喜欢、yeah. 看的都不那个眼睛都不眨，一直看着那个屏幕，一直盯着他来看嘞，对吗？要我刚才一直在看着不动哎。对啊，如果有 offer 啊，可以买，真的很划算，还有送一个按摩头。嗯、对，如果我们有顾问的价钱呐、啊，真的是很划算哦。嗯，对，多送，送了吗？有些人哦，还是喜欢第一代哦。嗯，有些人又喜欢第一代，有些人又喜欢第二代。第一代比较有感觉，因为是讲这个很像没有拉伸这样。只是一直会感觉一直在喷水，对对对对对对，他动作很大嘛，第一代嘛，听不清楚，稍微有点小声。我是讲，有些顾问他想还是喜欢第一代，因为第一代感觉到比较有那种刷到啦，那个会比较轻哦，就是。他讲没有转啊，只是然后浮在上面，感觉到没有什么转，我就比较喜欢第二代，看个人呢、啊。有听到吗？嗯，有有有。嗯 ，OK， 这个第一代跟第二代呢，第一代跟第二代的区别就是一个大一个小，然后但是我觉得第一代啊，它的刷子比较粗嘞。啊，对，第一代的刷子会比较粗一点。我有刷过，好像哦很刺哦。第二代嘞，它就比较舒服，就比较 soft 哦，没有这样粗鲁。嗯，第一代哦，敏感肌的人用哦，就是会要很小心的使用。会薄啊。嗯，敏感肌的人。因为他们不会敏感肌，那个时间就刷了比较久，以为刷越久越好。其实如果你们的皮肤这样啊，长期有做 cleansing 啊、开始好了哦，你们就是不要刷太久。如果刷太久啊，会导致到哦，它刺激我们的母细胞哦，会 back up。嗯嗯，对。所、so, 以我们啊，像第二代它已经 set 好了哦，一分钟哦，这样就是做半分钟，半分钟，脸就 OK 啦。嗯、所以有、哦、啊，有些人习惯第一代的了，他叫他用第二代哦，他会有一点不习惯哦。但是是我就会比较喜欢第二代，因为第二代呢，它的时间已经容纳了，然后它没有这样刺激这样严重，但是它的波动啊就比较。深层，但是效果又好，它的功能比较多啊。对对对，嗯，谢谢 Michelle 的补充。Thank you， 谢谢 Michelle。那么接下来呢，最后一位 Jasmine， 你好棒 ，Jasmine， 我爱你。
Where are you? OK， 出来了。嗨，这是你，看到你了，想念你耶。哎，开麦，开麦。你要开麦，这是开麦。对对对，你是忘记开麦呀、啊。今天我学到啊，琪琪教的洗脸方式啊，有往外，对对呀、啊，谢谢。是哪来的问题呢？哎，不是是吗？好像是 Jasmine 的 line 的问题耶。听到吗？听到吗？嗨，刚刚听到前面，后面就断了，就断断续续这样了。现在听到吗？现在可以，现在可以，很 OK。你要讲话的时候就有 kick 这样，对，我 kick 的时候就对了。对对对，还是 Jasmine， 你试下 off video 讲话嘞 ，off video 一下来讲，讲 off 会顺一点。嗯，不要开荧幕了。嗯，嗨，听到吗？啊，这只听到了。我意思说，我学到琪琪教的洗脸方式。嗯哼，嗯，由内往外，对吗？嗯，对。卸妆师是往下对吗？对，对啊，就是学到这个了。以前我不是很会啦，我也是很 confused 一下，洗脸和卸妆这两个步骤、比较 confused。嗯，就是看到琪琪老师的 demo， 然后就让你有个确定哦，这样子是才是对的步骤啊、嗯。对对对，嗯，也谢谢 Jenny 的分享啊，谢谢，不客气。还有吗？洗脸机真的的确很好用，但是现在我用这医美就暂停了。没关系，过后你再用可以。啊，嗯，好，好的，谢谢你的分享，谢谢你，谢谢。好，我们也期待波妹、妹波哈跟Christine 分享她今晚上学到的事情啊。那么我们也欢迎你下一次我们有的任何线上活动都欢迎你一起来学习。嗯，我们来临星期五八号我们还有一堂彩妆课，也欢迎你啊，美波。好啦，那今天妹妹老师，我们还要拍一张来客色的大合照吗？好啊，反正今天有九宫格哎，很好哎。我看一下按不按得到，有九个的哈，一下。好，谢谢波妹跟我的互动，谢谢你。进回课室了。你要开吗？Jasmine， 你要开吗？我们在课室了。开啊，没有讲话应该 OK。Michelle， 你要开吗？Jasmine 要开吗？剩下你喽 ，OK， 看到你了，预备，三、二、一，一张，三、二、一，我看大家很努力在抓角度 ，OK， 我都有拍到了，等下我就先给大家 ，Hello。OK， 谢谢 Jenny， 谢谢琪琪，谢谢大家，我们拜五再会。嗯，拜拜，拜拜，拜拜。